任何人反对这两位新人的结合吗？我反对。明明是桩喜事，却在婚礼现场爆发王彩华、陈雅兰这两位妈妈30年来的成年恩怨。周小涵搭档周孝安为戏共组 CP， 将孝安、小涵紧紧锁在一起。爱情锁象征两人婚姻长跑，戏中杨琴饰演恋情加油团的一角，下了戏其实对婚礼也会有冲击。我觉得环境、音乐，然后还有餐点。对我来讲非常重要。我自己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他们放那种以前的影片，剪那个影片，那个也很重要。对，我都忽略了。我好几次看的影片，我都看到哭哎，就是我觉得好会剪哦。今年31岁的杨琴，高中同学喜事连连。赵小涵也透露，在澳门的弟弟跟老婆有了第二个小宝贝，会不会被幸福气氛感染，朝人生下个阶段迈进？他说目前似乎还是想冲事业。就是这两年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不会考虑这件事。哎，想结大概是20吧。不想结是80，身边也很多朋友都已经结婚了，然后就听到他们跟我聊他们的婚姻状况，就会觉得好像真的不是我们外在所看到的这么美满。谈到婆媳关系，两人觉得支持儿子就扮演很重要调和的角色。新作品《如火如荼》开拍中，12月就要和期盼已久的剧迷来见面。TVBS 新闻李明辉、张木君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